LV 围巾缺斤少两，你们的 LV 羊绒围巾短了吗？近来不少大陆消费者都在网络上提出质疑，为什么 LV 专柜买的围巾都缩水了？我是2021年1月份，当时出差到青岛，在青岛海景广场买的，太太回去带了一下，就发现很奇怪，有点短。当时量这条围巾是含流苏，大概185公分左右，如果去掉流苏，其实围巾就将近缩水了20多公分。约合台币36,000的同款围巾，官网写不含流苏，长度就要191公分，但张先生手上的却只有175公分。想弄清楚是不是买到瑕疵品，他再把以前买给爸爸的 LV 围巾拿出来测量。2020年10月份在上海的商家中心购买的，就他那条围巾标注的是185公分，但是我们测量下来不含流苏，只有155左右，就是其实也是短了很多。无论买一年还是买两年 ，LV 围巾都短了将近20公分，到底原因是什么？张先生说，他到专柜咨询过一次。他们公司说，因为我们这围巾放了一年多了，可能会因为空气啊、温度啊什么都会有影响。那我就觉得这个解释没有科学性，也没有依据。我是客服中心的电话，我们也没有授权说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。从专柜店员到电话客服都问不到满意的回应，不少大陆消费者认为砸大钱买精品却申诉无门，实在很火大。TVBS 新闻叶俊宏、林敏珍综合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